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呢咱们继续打勇者斗龙建造者第75期。上一期呢咱们接了杯霸的任务，修建了两个防壁，同时呢咱们又把这个工作间独立出来。今天呢咱们继续完成任务啊，我看看谁有任务啊。哎，这小屋里面怎么少人呢？少两个人好像啊。哎，我找找啊，在这儿呢。哎，这是在哪儿呢？我看看啊。哎，他怎么堵在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我这修了个陷阱把他们堵角里了啊。我看啊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俩人，一个是大姐，一个是扣了头哈、啊。赶紧看，真是，哎呀，怎么修了一个他出不来的地方啊？是不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大姐，我救你们来了，又把大姐救一次啊。我下面还踩着火，哎呀，他们这是太煎熬了哈、啊，在里面。好，咱把这个箱子赶紧拆掉，这个地方我得重新设计一下啊。哎呀，怎么把我的同伴给关里面了啊？这几个箱子我把它摆到这个地方吧，这地儿我正好想摆几个箱子啊，作为咱们的后仓库。好。接下来我应该找大姐接任务啊，啊，大姐，哟，大姐自己睡王的床了啊，果然是大姐大的感觉啊。哎，我看这是仙那里和谁睡了？他不和骷髅头睡，他这是和嘎隆好像是啊，黑皮肤的啊，这俩人好上啊。那不说啊，咱跟大姐对下话。哦，这不是抠妈吗？你呀、啊、来的非常的好，看来我还来对了啊。好，咱们看大姐怎么说啊，大晚上来还来对了啊。他说你给我做的这个工房啊，多亏了他。我的作业呢进展得非常的顺利，我看来他要开发什么东西了给我啊。他说我终于想到了开发强力兵器的发明品的线索啊，他找到这个线索了，这就是一个叫做能量物质的这么一个东西。这个物质呢有强大的能力哦，有强大的力量啊，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能量块的东西啊。他说根据这个拉拉伊的研究小册子来看，这种强大的物质呢是通过梅罗塔亨塔，就是那个机器人掉落的亨塔回路，就是这个机器人的回路，猎人回路，再加上布里萨德啊，就是那个冰怪的掉落，以及 flame 这个火怪的掉落来做成的。原来如此啊，看来这个需要这三个东西啊。他说，首先你去各地收集素材，做出能量物质，然后呢，通过这个能量物质做出魔法块，魔法块。看来以后咱们会魔法了啊。他说然后使用这个魔法块再做出适合咱们的武器出来啊，看来是能做出一个什么这个会魔法的武器啊。他说这个用魔法块做出来的武器肯定能够打倒那个熔岩魔人，那样的话咱们就和妖怪的作战呢结束，把马伊拉这个地方恢复光明啊。原来如此啊，咱们通过魔法武器来做出，看这想什么了。哦，我学会了这个能量物质，原来如此啊。那咱们现在去给大姐做这个能量物质啊。我看啊，我先看看咱们这个大姐的工房那能量物质需要什么东西啊，应该是需要这三个东西啊，咱们再确认一下啊。啊，这个地方我看啊，亨塔回路啊，火怪掉落啊，咱们没有冰怪掉落，咱们去找个冰怪掉落就好了啊。那咱们先睡一觉，然后明天呢带上咱们三个兄弟去找这个冰怪掉落就完了啊。好，那么咱们现在先睡一觉，我来睡草席啊。好，咱们明天见。早上好啊，咱们今天赶紧完成大姐做冰块任务啊。哎，不是做冰块，是找冰块掉落啊。啊，这是嘎隆，果然他在这睡啊。他说冰技开发进展得很不错，马上要和熔岩魔人作战了。没错，咱们马上要打倒熔岩魔人啊。我他说啊，万一收集素材人手不够的话，那么我一起去也是没问题的。果然变了啊。他说怎么样，一起去吗？那一起去吧。哎呀，我现在就缺嘎隆啊，这排在我小分队第二名啊。他说哎呀，那就没办法了啊。他没办法了，他说一起去的话我仅仅是看看那你就看看，咱一块去看啊。接下来是哦给了，他说和大姐和刘开发武器啊，他说都跟以前一样，咱不看了。好，收集素材，咱们一起去，你也看看去。然后，哎，这贝帕他怎么穿墙过院啊？他怎么不走门呢？和他说话啊。他说抠马啊，说的也一样，不看了这个。哎呀，好，咱们兄弟们，兄弟四人，咱们一起出发啊。哎呀，真是太棒了，咱们马上出发。OK， 已经到达这片冰雪大地了。我想想啊，咱们应该是到上次咱们第一次取冰块的那个地方去啊。好，那么咱们出发。但是我看这个左下角好像有点什么东西啊，咱们去看一眼啊。
好像有一个什么这个矿物质上是吧，这个雪人在那打掉，哇，移动速度变慢，哇，雪人他会这个，他让咱们移动速度变慢，就这个，这个小冰块啊，哎，不是冰块，是个什么工作台，咱们去看一眼啊。哎呀，我这个兄弟们怎么又都被人穿小鞋了哈？好，咱们赶紧，哇，前面有个妖怪，咱们先把这个杀人机器打掉啊。对，有一朋友给我留言说这叫杀人机器啊，我非常感谢你啊，那我也管它叫杀人机器啊。哎，咱们去看这个妖怪啊，咱们打这妖怪试一下啊。哎，这好像是个傻妖怪，这在干什么呢？咱试了一下啊。哎，打不动哦，能说话，那我跟他对点话吧。哦，他说我呢是很有力气的，我叫做 Gigantes。哦，他叫哦，他说他自己特别有劲儿啊。他说这块砖头我可以轻松的、简单的把它打碎给你看。啊，这不还没打碎了吗？那咱来试试啊。哎啊，这个打砖头这咱太擅长了。我把砖头给他打碎啊。我天哪，他都快打地震了也没打碎啊。哎，怎么咱也打不碎呢？那看来我得用大炮试试了，咱们拿大炮试试。我看我那炮呢啊，在这儿呢。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整理一下，这破布都没用啊，这棉花也没用。我看看。暂时这样，好，咱们用炮试一下啊。哇，真是费了半天劲才把这个大炮摆好啊！好，咱们赶紧把这个石头给它打碎啊。OK， 看来咱没问题啊。好，我再和这个妖怪对下话，我看看他怎么说。这可能是一个隐藏剧情啊，咱们和他对下话。他说：“难的，有时候你干什么呀？你是多管闲事啊？嫌我多管闲事了哈？坏了，跟多管闲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”他说呢：“这么有力量的我，居然败给人类了啊！”他说：“他一直认为他自己很有力量哈。”他说我看来已经是不行的 Gigantes 了，就是雪人还是雪怪啊。他说我呢真的是不行了。哎，他怎么心里这么脆弱呢？他说我呢稍微沉静一下，我的肚子呢稍微有一点饿了啊。他肚子饿了所以砸不碎那个砖头啊。他说有什么这个又甜又软的东西呢？我非常想吃一吃。哎啊，他蹲下了，还不是他坐下了。哎，这怎么是一个心灵那么脆弱的妖怪呢？我看啊，他要吃什么？这是蛋糕啊。那咱们给他去找点蛋糕算了啊。Genki Night 啊，我知道了，咱给他找点蛋糕，看看能发生什么隐藏剧情啊。啊，咱记这个事儿啊，这儿有个妖怪要吃蛋糕。好，咱们继续完成咱们的任务啊，回头咱们给他做蛋糕啊。我看看，咱应该是朝咱们上次捡冰的方向前进啊。咱们记着，这还有一个在这儿打哆嗦、肚子饿的妖怪啊。啊，看来这是一个什么隐藏剧情，好像是啊，咱们回头试一试啊。这个有朋友和我说是甘蔗，我呢回头就上网查了一下，这好像不是甘蔗，是一种什么这个水稻啊那种谷物，应该不是甘蔗啊。这个叫做这个阿玛基应该不是甘蔗，它应该是一种这个在水中长的一种谷物。这个碳咱们收下啊。OK。哇，还有这么多碳呢，那赶紧咱把这些碳呢都收掉。哎呀，这个矿物质咱们怎么收也不够啊，总感觉这个用不完。这些哦，这还有铁，是铁是铜啊。啊，是铁，应该是铁啊，咱把这些铁也都给它收掉。哇，这你看见矿物质不收的话，那白来汤的感觉啊。好，咱们赶紧继续前进啊。这咱给它打一打才能上去。 OK， 收集了一块冰啊。这个妖怪咱们回头找他算账啊。咱人家没辙，咱干嘛跟人算账呢？咱们赶紧去收集冰块，去收集这个冰块的这个冰人的掉落。这些个肥兔子，这兔子不肥算了啊，肥咱打的，不肥咱就不打。我看啊，应该是前面就是那个有冰的地方。哎，只有几个药草，咱把它收下啊。这个药草太重要了，咱现在就缺这东西啊。我现在才有两个伤药，赶紧把白花先把这机器人打掉啊。杀人机器，哦，我天哪，这回旋斩挺厉害的啊。好，这几个白花咱们也把它收过来。我看这一个是白花，一个是这个草药，草药呢治疗效果比较好。哎呀，那个妖怪等着，我回头找你来啊。
现在咱先不打啊。对了，等咱们学会这个魔法之后，咱们再打那个妖怪啊。哎，我看到冰人了。哎呀，咱们先收这个冰人啊，叫做什么弗利萨都是吧？咱们收这冰人啊，我这火弹就是给你准备的，来一炮。OK， 我看看啊。哦，弗利萨都掉落啊，就是他了。哦，这还有些这个矿物质，咱把它收掉啊。哎，我的兄弟们，赶紧打这个杀人机器。OK， 咱们把这几个密银也收掉。这几个是，蓝绿色，是应该叫蓝绿色吧？这是密银，咱们赶紧把它收掉啊！我估计以后做武器可能需要这个矿物质啊。然后咱们在这多打一些这个冰人啊。这个瞄准，哎呀，这个火弹的瞄准是个事儿啊！哇，那妖怪打我是真够厉害的啊！好，哎，看来近距离的话命中率还是比较高啊。远距离的话好像差一些，我再试试啊。你看远距离还不行啊，近距离好一些啊。近距离它应该是带那种自动校正的那种功能啊，不行还是远啊，这还是远。OK， 啊，看来咱们十米之内还是可以的啊。这些冰块咱们也收它一收啊。哎，这个拉拉一发明有点奇怪哈，它冰火融合，这不就生产水吗？怪不得那个大姐老说她是这个笨蛋发明家呢。老天在那烧开水喝哈。好，咱们赶紧啊，这个妖怪咱们把它收掉。今儿晚上咱就今儿晚上了，咱们多打点这个冰怪，否则咱们以后没有物质的时候还得老往这边跑，也不像话哈。咱们没这么多时间，今儿晚上赶紧兄弟们去干掉那个小妖怪去啊。我在这儿咱们收集这个冰怪掉落弗利萨都德洛普。哇，这又出来这么多，那太棒了，看来这是没数了，咱们赶紧。哎，我怎么还在离这么近都不行啊，咱们再来啊。好，哇哦，这要是能瞄准一枪一个的话，感觉挺不错的啊。啊，还有吗？啊，这边还有两个，咱们也把它都收掉，不客气啊。哎，这边什么时候我能好好瞄准？如果它有那个狙击镜，跟那狙击枪一样啊，有个狙击镜就好了。哎，这掉了什么东西？地上卡其扣里薄冰。哎呀，大冬天的，这不吃薄冰啊？啊，看，哎，对了，一般在日本这边。这个夏天啊，一般就是吃薄冰嘛，上面给你浇点这个色素，这个反正特别甜的东西，然后呢，就这个日本叫卡其扣里啊，薄冰。我看啊，咱们继续收这些个啊，冰怪。我的火弹还有37，没问题啊，咱们足够。OK， 这也是掉薄冰了。这薄冰，哎呀，这大冷天的，咱不吃薄冰啊，闹肚子啊。好，咱们继续收冰怪。哎呀，这有一个喷火的小妖怪翻身啊，咱先把它打掉啊。就这个小法师，哎呀，这不老在后面喷我火也受不了啊。好，刚才得到一个草原的种子。OK， 咱们接着打这个冰怪啊。今天咱们不收集它个七八十个，咱不走啊。啊，七八十个有点多，用不着这么多，收集个四五十个啊。好，咱们接着来这个冰怪火怪，有点意思啊，看着够可怕的，其实啊。哎，这打哪儿去了？让他。哇，这个远距离瞄的很准啊，哈哈，太棒了。哦，但是夜更深了，我看现在几点了，11点了。哎呦，赶紧。哎，这有个什么小妖怪吗？哎，打小法师他讨厌啊。啊，不过我肚子有点饿了，我稍微吃点东西啊。啊，不过我现在能吃的只有这个新型的水果了哈。我上一集呢，单独建造了一个厨房，就为了让这些个 NPC 我的小镇的朋友呢，帮我去生产一些个食物。我呢一会儿回去看一看，他们帮我生产好了没有啊？如果都是自己找食物、自己加工的话，真的是太耽误时间了哈。所以咱们交给咱们的小伙伴。好，咱们继续打这些个冰怪啊！啊，赶紧收掉收掉，太棒了！这些冰怪怎么老给我掉薄冰啊？我可是要他的这个弗利萨都掉落来的啊！结果我收了这个一袋的冰，这个薄冰回去啊，赶紧！但是一会儿大姐跟我急了，你这没给我弄掉落，给我弄一袋薄冰回来啊！哦，天亮了。好，这个塔咱们再看一眼啊。有朋友给我留言说这个塔上有一双铁鞋，我看看啊，这还挺高啊，难道说我得需要钥匙才能上去吗？哎，我看这边有没有什么矿物质啊？啊，这边什么都没有，啊，这简单的爬不上去哈，啊，那算了，等咱们拿完钥匙之后再爬吧。
我记着这个地儿，上面说有双铁鞋，咱们呢用钥匙开门之后，咱们上去呢试一下。其他的应该没有了，咱们可以回基地了吧？算了，咱们直接回基地吧。Kimela 之意，咱们回基地。好，回来之后呢，咱们马上去生产能量块啊，能量物质。我看看啊，大姐正好在这儿啊。啊，这不 ，Energy 补给次啊，咱们全都够了啊。咱们收集了26个这个冰块啊，冰块掉落。我看啊，哦，想到了魔法块啊，咱们看来要生产这魔法块啊，啊，能量块变魔法块啊。那么咱们再生产一个这个魔法块。哦，这个需要密银嘛，怪不得啊，知道了，那太棒了。咱们密银收集了一大堆呢啊！我稍等啊，我看啊，想到了魔法大炮哦，咱可以生产魔法的大炮，这是这个魔人大锤，我的个天哪，这武器全面升级啊！然后是魔法的铠甲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大姐呢？我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你居然能把这想起来，魔法之盾，我的个天哪！哈哈，咱武器真的是全面升级啊！这是什么？光剑，光之剑。我的个天哪，这简直太棒了！咱们挨个生产一遍啊！我看啊，哇，咱们先从这个大炮开始吧。完大炮啊，哦，需要大炮一门，还有这个电池啊，一有电池的这个武器全是新型武器啊。好，咱们再来这个光剑，攻击力40，咱们看这剑有多厉害啊！是不是像咱们上一期那个双刃剑似的啊？咱们再来一个，哎，怎么不够了啊？我没有这个能量，这个魔法块了，咱们再生产几个魔法块啊！啊，这个地方咱们先来的5个，哎，5个太少了，算了，咱们全都生产吧。我还能上多少个？40哈，行，咱来40个啊。OK OK， 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生产，哎，不是肆无忌惮，这不是什么好词啊，咱们可以这个尽情的生产了。咱们来一把魔法大锤啊。OK， 哎，完成了大姐的任务啊，大姐任务就是让我做大锤啊，那。哦，没有电池了，咱们一会儿再多生产几把大锤。咱们先来这个魔法铠甲。我天，咱怎么全都是魔法级别的东西了啊？魔法之盾，好，哦，一沾魔法好像就感觉非常这个级别比较高的感觉啊。好，咱们马上的装备一下，我看看咱到底能装备成什么样子啊？啊，哦，只有这把大锤，然后咱那些个盾呢？铠甲也不在，我把这几个剑给它撤下来，然后呢，把这把剑给它装上，魔法之剑。哎，这不是那个魔法之盾啊！哦，铠甲也没有啊，铠甲有呢，铠甲在这儿呢。哎呦，看错了啊！好，然后我的魔法之盾难道进大仓库了吗？稍等啊，我再确认一下，难道我看漏了是吧？我从第一排咱们好好的看一下。哦，确实没有魔法之盾，那我看看大仓库吧。啊，在这儿呢，哇，看起来很漂亮的感觉啊。哎，有种高大上的感觉啊！好，这些个剑咱不要收集起来，然后其他我还有没有什么不要的东西啊？其他的应该都要。好，咱们呢装备一下，我看啊，这把盾在哪里？在这儿，咱把它装备起来。然后咱们有剑了，大锤一会儿咱们再生产几把，咱们试一下这大锤啊。哇，看起来很气派的感觉啊！我再看看，我天哪，这个。果然看着比刚刚那大锤升级了一把啊！再抡他一锤啊！哦，不抡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一样啊。这剑呢？啊，剑的感觉也不错。那么好吧，这个视频呢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。我呢会持续更新我的建造者的视频，也希望您呢能够关注小马视频。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